士兵是军队的基础，而军士即士官，又是士兵队伍的骨干力量，是军队战斗力构成的重要因素。美军中，军士占士兵总数的 62.7%， 是士兵队伍的主体，直接决定了美军战斗力的强弱。之前，公众号释出过从士兵到上将，美国军官晋升制度扫盲文，双击标题可看。今天，我们聚焦军事，看一看美军士兵的发展之路。首先，看一下美军士兵怎么才能当上军士。美军招募的士兵大多是高中或大学毕业，年龄在18至28岁。入伍时要参加武装部队职业能力测试不难，成绩合格方可入伍。通过入伍考核后，就是签卖身契了，与各军种签订制式征兵合同。一般来说，服役时间为八年。注意，这八年包括服现役和预备役的时间。举个例子，如果进入海军，奉献了四年青春，剩下四年还得预备役的干活。美海军军士新兵入伍后，首先在新兵训练中心接受基本训练，完成从地方老百姓到帝国军人的转变，然后分到技术学校或技术训练中心进行专业训练。服役满两年后，根据服役表现结业考核合格，取得技术资格后，可晋升下士。美军士兵共分为三等九级，一等为兵，主要是一等兵和二等兵，二等为士，分为下士、中士和上士，三等为军士长，分为三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和一级军士长。下士及以上一般称为军士，也就是中文常说的士官。美军军衔，然后再来了解一下军士的晋升之路。每年美军都有大量士兵晋升到更高一级的军衔，以填补退伍、退休和死亡等原因产生的级别空缺。那么有多少人能够升级呢？按照美军法律，一级军士长和二级军士长等高阶士官的比例很有限，为军种现役人员的 1% 和 2%。 每年各军种部根据经费和人员变动情况，确定你晋升军士的总额。一等兵晋升下士相对容易，只要符合相应的军龄、衔龄条件，能够胜任本职工作，得到所在部队主官推荐就 OK。 中士及其以上衔级的晋升难度逐渐增大，采取竞争晋升，与军种内同一级别和同一专业的其他军士进行竞争，主要采取积分晋升和集中选拔。中士、上士和三级军士长的晋升要参加积分排名，每一个候选人都会收到一个由各军种统一制定的积分卡，这个积分卡中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一、专业知识测试成绩；二、晋升知识测试成绩；三、服役时间测试成绩，每一年算两分；四、级别时间成绩，每一个月算 0.5 分；五、奖章成绩，例如荣誉奖章算15分，银质奖章算9分等；六、业绩报告成绩，以近五年的业绩报告为依据。美军士兵在伊拉克作战，二级军士长和一级军士长的晋升卡得更严，要经过两个阶段的选拔。第一步，看你晋升人员的积分卡的分。积分卡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军种管理测试成绩；二、业绩报告成绩；三、参与职业军事教育成绩；四、奖章得分；五、级别分数；六、服役时间。第二步，由军种人事中心的评估委员会集中对晋升候选人进行打分，主要考察的内容包括职责表现、责任水平、经验、
领导才能、职业技能、奖励和奖章情况，以及受教育水平等。以上两个阶段得分相加，才是你晋升人员的总成绩。最后，根据名额和成绩的高低，确定晋升人员名单。所有晋升候选人都会收到自己的晋升成绩单，里面有各项内容的得分情况和排名情况。美军士兵，一般来说，美军下士军龄2至3年，中士军龄4年以上，军事专业技术水平2级；上士军龄8年以上，军事专业技术水平3级。三级军士长军龄14年，平均年龄35岁，军事专业技术水平4级。二级军士长军龄19年，平均年龄39岁，军事专业技术水平5级。一级军士长军龄23年，平均年龄44岁，军事专业技术水平5级。符合晋升条件又愿意在军队继续干的，可以逐步晋升。表现优秀的还可以进入各军种候补军官学校，成为军官。那么，总有人不愿干，想退出，这些人会面临怎样的情况呢？一是退役，二是退休，类似自主择业。退役，是服役期满后退出军队。美军士兵最高服役年限规定如下，下士及以下8年，可在现役和预备役分配时间，中士13年，上士20年，三级军士长22年，二级军士长27年，一级军士长30年。退役和退休的区别在哪儿呢？20年，服役未满20年，按退役处理，服役满20年后可以退休自主择业。美军十分重视对官兵的技术培训，士兵中各类技术人员占士兵总数的 55%， 海空军技术程度更高，技术人员的比例更高，有的甚至达到 76%。 除了专业技术训练，美军还强化职业技能训练。美军会在营地开办业余技校和训练班，设有土木工程、焊接、无线电、木工、管道工和机械维修等科目。学业结束，考试合格后，可以获得地方通用的技术证书。注意，该证书军地通用。此外，美军还鼓励官兵提高学历水平。美军规定，所有士兵必须在服役期内完成高中全部课程。军龄满15年的军士长得学完相当大学2年级的课程，学习方式以在职业与学习为主，脱产学习为辅。退役时，军方出具官兵学历鉴定书，具有与地方院校毕业文凭的同等效力，这样他们退役找工作也就没有学历的门槛了。而且美军还对提高学历的士兵提供教育资助金，退役士兵依靠在军队学到的技术和知识，往往能较快找到工作。一年内找到满意工作的士兵比例可达到 40%， 有的甚至在退役前就铺好退路了。 PGC Card PGC Card 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WIBTH 100%HEIGHT 100%PGC Card PGC Card HREF Have Text Decoration None PC 亚式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EIGHT 164PX BORDER 1PXSOLID 18188 PositionRelative, PADDING, 20, PX94, PX12, PX180, 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One slate pound killing AT-88 HEIGHT-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76PX POP-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162PX HEIGHT-162PX POP-0 LEFT-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t kit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PGC content 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pound K 200 on the 20 tall.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narrow up. PGC content desk, font size, 14px. Color, pound key 500 on the 45.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m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tall.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 content 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pound key F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mm. PGC cut b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pound key 500 on the 6500 on the 99, font size, 14px, text align, center, PGC by text, padding chop, 10px, PGC icon by, height, 23px, WIDTH-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0.com, pgc, v2 pgc tpl, static image comma, dt byte to be found when a png.